好，我是仲威，现在是时间晚上9点多。今天我们化身一日狗仔，因为听说啊，啦啦队女神 Yuli 还有林可跟粉丝相约在居酒屋里面干大事，他们到底在密谋些什么呢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好，所以先问一下小姐，你从哪边过来？新竹。那怎么会专程到台北来？因为想要来看 UNI， 以新竹的点比较少，所以就是希望可以能多一点直队的战友，大家一起出来踩点，可以把分数冲上来。先生，你从哪边过来？我从台北来的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来这？因为我为了来看我们的队金，还有以及很久没有见的车友，因为疫情，所以大家很久都没有见面这样子。所以你加入的是哪一队呢？我加入的是黄队。我们就是常常在半夜的时候，可能会在半夜的时候，因为车比较少，然后呢台北点又比较多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踩是比较合适的啦。GoGoRo 领先业界，打造 GoGoRo Rewards 点数奖励计划，上路3周就吸引超过100,000用户加入，发出超过2,150,000点数回馈。GoGoRo 更超狂，结合电池交换、游戏化数位体验与点数回馈，首度祭出全台最大规模的虚实整合手游 GoGoRo 换电站 M。车主到指定换电站换电池，就可以替代表所属战队累积分数，更有机会争夺总额高达1,000,000的点数奖金。现在只要是 GoGoRo 或是 PBGN 车主申办台新 GoGoRo Rewards 联名卡，而且绑定 GoGoRo Wallet， 就可以参加这场圣战。所有车主呢会被分成紫绿黄三队，现在就让我们跟着绿队一起前往电池交换站吧。符合资格的参战车主，只要像这样在指定的电池交换站交换电池一次，就可以为队伍累积一点积分。每一站累积积分最高的战队，就可以在该站获胜，由获胜战队中所有与该站交换过电池的玩家一起平分奖金。换电站 M 将从12月1号到12月31号热血开战，到涵盖全台19个县市的指定 Go Station 交换电池，就有机会争夺总额高达1,000,000的点数奖金。踩点越多，胜出的几率就越高，分到的奖金就越多。换电还能赚奖金，全台 GoGoRo 车主还不赶快动起来！